小泡泡，今天给你抓了一只蝴蝶，吃吧。哎，拿着吃吧。这只蝴蝶可难抓了，我追了它好几里地，最后没办法用弹弓把它打下来了，翅膀都让我打坏了。慢慢品尝。天天用手套皮皮虾很累，而且手都割破了，处处是伤痕。咱们今天偷个懒，用这个神器啊，你妈的四个洞，这是真正的掏皮皮虾神器啊，太方便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见的话，麻烦留意一下一个双击，关注我今天晚上9点干海直播抓海鲜。马上来，快点的，三三两块。家伙事儿都过来啊！朋友们啊，退潮之后啊，海边的泥潭上啊，发现一个大深洞啊，这种洞不知道是啥的洞啊，有可能是皮皮虾、螃蟹、八爪鱼都有可能啊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洞还挺深的啊，咱给它掏掏看看啊。接着老铁，如果你手机高于1%的电，麻烦你给我个双击，加个关。哎，大龙，快点，大龙，怎么整的？我他妈这么紧张，弄的你跟后边别动，这块卡住了，别动啊！好了，马哥，快点，拿剪子进去。快点！